宝贝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王总的睡前故事。我去，稍等一下。哎，我好，快进一下，快进一下。我到时候喊你，一直我开始笑，所以发现我笑。闪烁了，灯光一打，整个人不灵不灵的。你为什么今天这么闪？因为我是全能艺人啊。全能艺人闪闪发光是吧？看，只有五颗星。啊，所以才那么闪。No。据听说你里面一开始是一件透明的，为什么没有穿呀？I'm保守。原来一件全透明的是吧？这里边是。真的有点过分啊。全透明的。